昨晚上在美团优选买了点菜还有水果，现在这个小狗要跟我去拿耶，它现在喜欢坐后面了。其实这个要是有老母鸡一起炖着吃更好吃的，很香，但是没有鸡吃了，所以就拿炒着吃，炒着也很好吃。这是木耳，你别看这个这么一大盆，一会儿炒来了一小盘都不到，这就是今晚上的晚餐啦。这是木耳，然后这是刚才那个广菜，这边是水煮豆，下面是腊肉哟，今晚上吃好吃的，吃晚饭喽。